好，我们现在一样测试我们 BTR8 有没有影音同步。我们来测试饶舌，这个是麦克风收音。好，我们现在测试影片哦，能不能影音同步？测饶舌应该是最准的，有没有延迟感呢？我们来听一下。仔细看嘴型跟声音能不能对得上。而且念非常快哦，我把耳机拿走。证明是我们耳机的声音。好，因为我这边一个麦克风收音。好，现在再把耳机放回来，再拿走，再放回来。的确是我们耳机的声音哦。非常的厉害，完全没有延迟感。OK， 实测到这里。